多前辈啊、好朋友，他们有给你们一点就是私底下给一些什么鼓励或者是意见什么？有诶、欸，就是说，就是希望我们就是要就是努力什么的，因为哦，我在拍 MV 的之前很紧张，然后我朋友他们就说什么，因为他之前有拍过就是跳舞的影片，什么一定要是使尽全力，不然拍出来就会动作很小啊什么，就是有一些他们的经验这样。嗯，还是有人跟你们说过什么演艺圈很险恶之类的？哦，这没有诶、欸，这倒没有。没关系，我们经纪人很保护我们，应该不会。啊，不可能呢、欸！真假的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值得看齐的一个方团体。对，但我们也是希望可以活出我们自己。但他们真的，他们太棒了，因为他们太棒了，我觉得。他们的歌我们还在练。解散哎、欸，所以听到的话，就会觉得你要解散吗？当然，我是他们的粉丝、欸。我也是，我们都超喜欢他的歌。对。所以三位要不要再各个自我介绍一下，就是每个人的不一样的个性啊，或者什么的，然后再刚刚有没讲到的，可以再多补充一下。嗯，要谁先？个性，那我先好了。大家好，我是 Tina 刘婷兰，那我就是一个非常热情活泼的女孩，然后就标准的射手座，比较不拘小节一点。那我的专长跟兴趣都是跳舞，然后未来也希望可以朝唱跳歌手发展。余涵，我是余涵 Yuna， 然后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听到我们的歌，可以有一种力量，就觉得说每个人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，就不要放弃就可以。嗯，大家好，我是孙瑞，我是水瓶座 A 型，不知道讲什么。我是一个，就是我觉得我个性就是非常的矛盾，就是我觉得我有选择障碍，我真的有选择障碍，就是平常像我们，对我就是选醉酒的那个，对。然后我的兴趣是钢琴，嗯，我听过了，很厉害啊，没有就简单的，对。刚刚有看到那个好友的那个 VCR。嗯，感觉你的朋友是最多的，要不要跟我们就是分享？所以你之前在这个已经走跳过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就之前又大学的时候就是开始接触一些戏剧跟广告的演出，所以就是有拍摄过一些小短片之类的。啊、太谦虚了，没真的啦。这两位要帮他补充一下。他就拍过很多戏剧啦，就是大家有熟能小戏剧都。然后像卡农，他刚刚有讲过。五十二赫兹。对，然后、还有一些很漂亮的广告，就是都拍得很美啊，仙女都是。我们两个每次看到他拍东西，都觉得啊，好亮啊！我们两个在干嘛？分点仙气给我们啦，分点仙气给我们吧。那你之后还会想要继续朝戏剧这方面走吗？你在国外一直有往戏剧那方面？希望，就是希望，就是我们都可以尝试。嗯，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演戏。对，那好朋友昆明会给你一点建议，就是他就是说加油啊。他今天也是只跟你说加油。之前跟我讲的，就是我跟他说就是可以帮我拍影片的时候这样。那今天他有特别跟你说什么？今天没有，因为我没有特别跟他说，就是今天。嗯。所以之后三位的活动会在哪里跟大家公告吗？会在我们的粉丝专页。可以关注我们，谢谢。